主料：面团500克，肉馅300克，蘑菇200克，鸡蛋2个。辅料：大葱、盐、料酒、酱油、鸡精、香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用餐人数：1到2人。肉馅加蘑菇粒、葱花、鸡蛋、盐、酱油、料酒、鸡精、香油拌匀，面团揉匀。夏季擀成圆皮，切成这样，放上肉馅，折叠，放饼铛上小火烙。好了，烹饪技巧：如何挑选蘑菇鱼干片？腌制和罐头类产品，最好选择信得过的大厂家，并注意别买特别白的产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